都可以，两边都可以，是我们再调整。你要用黑色跟红色穿过去，穿过去再剪一下啊，从那个耳朵穿过去。我们现在是把两个轮子啊，已经有人把轮子装上，而且在装后面的万向轮了哦。哎，这个要当陀螺啊。我们先来，你先把它拆开哈，先看到那边先拆开。来，陈仙女都 OK 了啊。现在我们要针对马达那四条线啊，你都好了吗？哎，陈怡安今天好了吗？你都还没有绑。来，那个一文教一下他，你的 OK 吗？四条线啊，跟他讲教一下。眼睛 OK 吗？啊，你 OK 吗？好。设计出来一个拍背机，好。好，他怎么拍背啊？啊，有没有他？放在小朋友背上。啊，放在小朋友背上，然后。啊。还是只有五次。哦，五次而已啊。好，看一下啊。有成功吗？子颖有成功吗？啊。哦，会烫，应该是你有接错哦。应该是你有接手，你有成功吗？有哈，啊，自己把轴放在啊那个超音波的前面 ，OK 吗 ？OK。好。超级好玩。好，超级好玩。